人寿百万之星的行销乡里谢崇长。大家好，为什么坚持要给我们客户这一张新黄金一加一呢？随着生活环境越来越复杂，人们生病或发生意外的机会也越来越高，动不动就得住院，更不要说像癌症这种大病，罹癌率增加，需要住院治疗的人也跟着变多。如果没有住院医疗或意外这种基本保障，自己痛苦还会拖累家人。那你觉得这张新黄金一加一最特别的地方又在哪里呢？保障加倍的设计，如果住普通病房是2000元，住加护病房会升级到4000元，可是新黄金一加一会连普通病房的日额2000加进来给你，总共6000。万一还要动手术，不用担心，每日再加2000，最高就可以领到8000元了。而且意外保障也增额哦，第一年最高200万，到第3年增加2倍，到最高400万。哇，真的很好哎，保障加倍真的很实在。但是保费会跟着涨吗？不用担心，保障期间保费绝不调整。保障加倍，保费不变，真的应该强力推荐，赶快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。当初啊，是我觉得自己的这个医疗保障不太够。哦，然后呢，我又常常在外面骑机车跑业务，所以难免家人会担心。那新黄金一加一呢，它可以填补我医疗保障的缺口，啊，万一意外住院的话也有理赔，而且保费便宜，我又负担得起，所以当然要投保喽。刚刚是保护的心声，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线上顾客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。新黄金一加一只有住院期间才有保障吗？不止这些哦，您住院前后14天的门诊费用也有算，提供您门诊保险金一次1000元。这样算起来拿到的保险金比挂号费还多哎。当然啊，这样子才有办法贴补您看病的费用啊。真的不错，我要投保。友邦人寿您好，很开心为您服务。哎，小姐，就问一下吼，请问平常时真少在破病，安尼敢会好？新黄金一加一，唔那破病，断医有钱领。我持续听健康的话，伫咱的契约有效期间，每五单还可以领到1万块哦。那是有加一层保障，咱等于是讲会当摕这笔钱来去做身体健康检查，咱的身体保持健健康康，搁无烦恼啊。哇，安尼哦，啊，唔着断医有钱头领，身体若健康，搁有一笔钱头摕。无唔对，这就是为什么这条保险这么受欢迎啊。您知道吗？人的一生要花的医药费至少要300万，以月薪4.5万来说，至少要5年半不吃不喝才能存够本。而且台湾人每次住院约10天，一次就得花4万多元。事实上，中壮年的住院天数还远高于平均值。你有想过该怎么面对吗？为什么新黄金一加一对观众朋友更重要呢？因为你看，大家以为中壮年比较不会生病，可是根据统计资料，中壮年的住院天数反而比老年人更高。这时候你当然更需要新黄金一加一帮您设计的住院保障。那保费会很贵吗？当然不会，假设投保3000元日额，万一生重病住进加护病房又动手术，每天就可以领到12000，非常划算。新黄金一加一有这么多的好处，现在赶快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。我妈妈今年快60岁了，身体还算健康，可是她以前一直都没有买过保险，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，我很担心他没有足够的医疗保障，但是呢，现在有了友邦人寿这张新黄金一加一，最高可以续保到80岁。除了有高额的意外保障之外呢，还有许多的住院医疗保障。更重要的是，保费是我们可以负担得起的哦。我觉得真的很实在，一定要赶紧去投保。我因为理专的关系很忙碌，加上吃饭时间很不正常，导致严重的胃出血，光是住院的开销就花了一大笔钱。还好有新黄金一加一，不止住院费有着落，住院前后2周内门诊挂号费的钱也有补助，真的是很不错的保障。想要买得起的保障，又要保障很多，当两者相加，就是新黄金一加一。普通病房、加护病房、住院手术都有理赔，入住加护病房又动手术，最高一天可以领到8000元；住院前后14天，还有门诊保险金每次1000元。等于住院前中后都有保障，意外伤害的保障第3年起还会自动升级1倍，变成了400万，保障加倍，保费不会增加。加上契约有效期间，每5年还会提供您一笔生存保险金，只要省下手边的零钱，就可以拥有这么多的保障。快点拨打服务专线。真生活，真伙伴 ，AIA 友邦人寿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视新闻台。爱护地球，守护台湾，远离恐惧，世界祥和，祈愿福临。